咱爱喝台湾系列甘蔗的老朋友、新朋友，大家阿妈大家好，阿妈好，啊，朱刚姐你也好啊。那么今日是咱这个秋冬季的最后一场，啊，就是请到咱的朱刚姐来做压轴了哈。啊，咱今日的题目是要请咱的朱刚姐哈来讲介绍到咱的歌。歌册啊，伊个出版，包括伊个流行，啊，甲伊有啥物价值？啊，咱知影咱个朱刚姐吼，伊是伫咱现代教学退休了，而且阁是退而不休，因为我伫今年诶报纸看着咱朱刚姐阁成立一个叫做，就是即个叫做台湾歌册学会啊。予大家甲选做理事长，即届下咧十场吼，会使讲拢甲即个重点拢放伫咱个台语个文学、歌册，啊甲念唱，甲伊个艺术。啊，所以今日毋茫透过咱个主讲者，可能来三角欣赏着咱台湾个传统个歌册，哎，到底有偌水吼？啊，老师，我着甲即个卖讲甲咱播放下来，欢迎个主讲者。各位乡亲，啊，大家安安。我讲今仔日是这班工作的最后一个压轴，吼，讲、哦、这个好基点安对，吼，啊，希望以后真正会吼各位人来品着饮着这种安尼足好的酒，吼、哦。诶，啊，咱今仔日的讲题是歌册的价值参欣赏，吼、哦，歌。歌后再念歌，哦，啊，歌词，歌词就是我拄只吼各位看到迄、那个，一本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迄是用汉语写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迄爱用台湾话来念，吼、哦，可能足侪人唔知有啥物个歌，念歌，啊，你唔能加误会讲迄是唱语言歌，哦，这唱语言歌是。较无共个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歌册就是甲即个念歌，甲用文字写出来，甲印做一本啊细本啊个册，啊，即号做歌册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仔来介绍即个歌念歌，念歌是伫咧唱个，吼、哦，这是一种音乐，是一种即个台湾个民间音乐，啊，歌册印做册。啊，用字写，啊用台湾话来读，所以迄是一种文字，嘛是一种文学。啊，所以我甲这个歌册，甲讲伊叫做台湾民间说唱文学。迄、那个啥物叫说唱？说唱就是讲咧唱，啊唱中间佫用讲的，啊哪念哪唱，挂念挂唱，啊迄个说唱。哦，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册。内面的迄个文字、迄、那个技巧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一种说唱文学。啊，一开始我先家己先介绍一下吼、哦。啊，我也先来介绍两本我家己写的册吼、哦。一本号做《台湾歌册影像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你拄则看到细本的迄歌册，啊，每一字甲注音、甲注解。啊，搁加念出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内面有三本，一本号做《地黄小波歌》，咱用啊要来欣赏。啊，搁一本号做《宝岛新台湾歌》，咧讲台湾的历史。哦，啊，搁一本是这个《台湾二七新歌聊天店》。哦，啊，这本呢有这个拢有 CD， 啊，我家己念出来，哦。啊，这本呢，即、这个或者歌词欣赏参研究，就是讲，即、这个歌念歌歌词较早拢较少人知影，啊，但是咱最近是二十年、二十多年吼，即、这个研究台湾的一撮较早的物件吼，风气较好啊，所以就有需要来研究即个歌词。但是我一开始看即个歌词吼，啊，我是即个现代中文系的老师吼，
咱以这种大学的这种读啊到大学以上的程度来看这个歌词吼，一看嗨，错别字连篇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感觉迄无价值，啊就简单了。啊，经过啊足侪年以后，我搁重新来看，我讲讲实际上这是台湾的宝，啊，有人讲这是台湾啊俗文学的宝藏，哦，俗文学的宝藏。啊，但是你讲今仔日摕一本来看，你嘛看无啥文呢，念无啥文呢，所以我就写一本讲歌词欣赏参研究，从安怎来啊读这个歌词，安怎看这个歌词内面的迄种文化是安怎吼、哦？啊，所以这吼、個，过来，吼、哦、来，好，哎，啊，我即摆要简单介绍我家己吼，我是中华关鹿港人。啊，鹿港人讲话无三江，哦，但是我来台南已经三十年啦，啊，我前二十年拢伫台南咧教人讲台湾话，哦，啊，你想讲啊，这鹿港人讲话都参台南人无同，啊，要怎教人讲台湾话？但是我相信你银行我讲袂去听嘛，哦，啊，我研究台湾话啊，中间呢，十多年前阁研究一个南管音乐，啊，这就是这个。南管哈，一种演奏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南管，伫这个民国，伫六七十年前，实际上南管应该是台湾是上高雅的一种音乐。但是你若有一天听人咧唱南管，你感觉讲，袂歹哦，啊，结果详细听讲，伊是咧唱啥物，我也不听无呢。实际上南管就是用台湾话咧唱，啊，当然你来听无，实际上伊是用泉州话。纯的中国的一种纯的泉州话，甚至是几百年前的泉州话腔。啊，鹿港人讲话无相同，就是因为鹿港人讲的话就是纯的中国的迄个泉州话，所以你听我讲话，啊，虽然我尽量要讲给你听，但是你嘛感觉是小怪怪的，哦，因为我声调差异是有相同，下来可能其他，哦。好，啊，这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主题，念歌歌。咱讲念歌歌的时，就是一定爱有一个一支乐器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即马唱起来的这个恁知影无？月琴吼，哦，这个海角七号迄个宝贝啊，国宝。哦，我是国宝呢，伊家迄支就是月琴，但是因为伊是国宝，所以即马翘起来，啊、哦，迄就是讲人年纪大。实际上无适合去做迄种吼演艺人员啦吼，就讲咧拍电影迄种诶，迄足辛苦诶。迄有甲拍完到下到暗时七点两点连续安尼三四十点钟拢无休困诶。哦，因为你一定爱一个工作时间拍了无，伊就资本就本钱就愈来愈悬，所以袂堪诶，所以结果伊死去啊，啊足怕生诶吼。啊，这个月琴咧民间愈用一支，啊，这支足简单诶，两条线尔。哦，所以要学月琴足好学伊。啊，咱普通讲讲唱歌歌，就是也一支月琴啊，一个弹啊弹啊唱。啊，是安怎来学这月琴？因为伊个语言，干那就是月琴咁快。好来，过落去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月琴哈、哦，来过落去哈、哦。好，啊，这就是咧唱月琴的，唱歌的情形，这是一个人学在唱地方。哦，大概即阵咧。中年的吼，我一个人唱会春节的闽南语尔，好，过来过来，好，又来只过来，又来只唱，啊，又来只唱，吼，啊，啊，这个在这个红水顶的，这个已经过身了，足怕生的，啊，差不多前五六年拢是伊带一帮国宝的老生，全台湾大家去唱，啊，可惜，哎，两年前过身了，啊，过来，好，好，啊，这就是这个，啊，咱另外要介绍一个，这个台湾的这个摇滚国宝，这游秀清。余秀清伊是来伫即个台湾来管，所唱的余秀清即个歌呀，好，即个吼，啊，你甲看下，我学人的就是啦，因为青年啦，青梅啦，好，好过来来，啊，来，好，这余秀清陈明堂，啊，来，好，这就是人啊，啊已经过身啦，吼，八十几岁过身，好，来，过来，哦，啊，你话我这正式演唱者。余秀清在边啊，这个今年大概八十四，
但是去年已经中风啊。哎，今年本来是要请伊来，本来板球，结果无多人来啊，所以这个老的一个老气啊，就发生了。这是啥物名？啊，我叫王玉川。啊，去年我看到这个。哎，啊，这个简单介绍就是讲，我伫台南拢咧教台湾话，哦，啊，这个教南管，去用南管，哦，啊，这个我是这个较早是小学老师，个高雄中学老师，啊，成大中文系教授退休，哎，啊，我即摆有一个新的身份啊，哦，我做这个台湾歌曲协会的理事长，这是这份才做成的，这全国性的，不错，哦。哎，有各位人，既然听了有趣，要来加入嘛，足欢迎的吼。啊，吼，啊，就讲我住这个台南的南关吼，我来住十外年吼，拢有着着这种台南市哦，这许杰出的这种演艺团队，吼。啊，我推荐咱团委群，这是吼，前年才参加咱台南有一个王志义教授学会吼。王志义教授即阵后伫即个小埔大学伫咧教，咱人有吼，我后来吼，咱人有趣味，咱会使去报名咧吼。后来安尼过落去来，吼，啊，而且得奖的先来讲啊，后来哎，啊，啊，就是只能本杜忠，啊，银行提来，你若有趣味，我再用卖六千尔尔，我靠，我得人去俗的吼。哎，即个有 CD 的迄本是33，啊，无 CD 的即本是200，啊，这是电影啦吼，有趣味的使提提去看卖过来。哦，啊，咱即马介绍三个网站吼，即、哦這个头一个网站呢，就是专门咧介绍南管的吼、哦，啊，第二个网站呢，就是即、這个，哦，即、這个即种台湾民间文化歌曲资料库，啊，这是我用两年的时间呢，替台湾文化馆来做来整理甲所有念歌的影音，啊，即、這个歌曲注音注解拢放伫网络面顶拢公开的，啊，但是今仔日。我都难去的，因为经过一年啊，我即马有唔对的伫咧解说，就我都难去的。大概阁经过一礼拜，应当着规个解好啊吼。啊，第三个就是即个台湾歌曲协会，啊有趣味的，你原来会使去看，咱家己面顶也有来过来。好，咱即马就是开始进入我列想啊，什么是歌，什么是念歌？啊，咱即马先讲歌词，即、這个什么叫做歌词？歌词就是咧歌词。但是，每讲两三句以后，就开始唱歌调，所以歌戏若无唱歌调，就不是歌戏。哦，啊，歌戏唱的迄个歌调，实际上就是参咱因两个讲的这念歌，歌性质拢差不多。可能这个各位嘛捌听过啊。咱先用台湾语来念看嘛，来。四下白马走三关。该我送你呀，玫瑰柳冠，半把斜阳柔乱冠，思量三界红风穿。思量三界红风穿。啊，实际上你用闽南语发展讲台湾话就是，尤其是台湾话音乐是。咱拄只声音，心徛白马走三关，心徛白马走三关。参咱古仔咧讲的是这种关节拢同款，只不过咱甲音乐化，需要牵长的，甲牵长来过落去来，哦，我这边是唱给来，你唱歌，大家听我唱，来唱我唱，来，这个游秀天国歌，游秀天国民歌，这个江湖调，就是因咧念歌的国歌啦，这国歌意思就是讲。实际上念歌吼，念来念去，你听甲来听拢是共无调。哦，当然余秀清伊伫咧念歌的时，伊是头到尾吼，可能一点钟、两点钟咧讲一个故事，比如讲就先过台湾。所以呢，伊无共款的情形，伊会唱足侪歌调。但是唱来唱去，这个共无调是上，就是讲上适当、上适当。你若时间，你拢会使唱这条的。好嘞，啊，咱即摆就是来当各位先来欣赏看卖吼，咱先甲这个歌词念一遍。虽然你不一定学过台语文，但是我相信你看到这个汉字，你用台湾话来念，应当是无问题。咱大家来念看卖来。我来念歌咯，互恁听，无咧扣钱啊，免着惊。劝恁做人搁着端正，好事留皮啊！
人道命，功德共金牛，第世界鸟为食亡啊，人为财，受尽罪人得着海海，世上何去生何来？来来，我说了起来，啊，来这有两趴了，好，过来。咱来出世哟，无半项，转去双手啊，又空空，站在世间哪明白？死了江山留别人，做人道定了就爱惜，荣华富贵啊难得求。唔通贪求财主心，万事开化免忧愁。好，咱来念来念去吼，拢是七字一句。啊，七字一句，咱中间有细字的迄个颤字，就讲咱一个唱的是为了要吼，迄种配合音乐，啊，搁吼意思，互人听较明白。有当咱中间的颤一寡字都是吼，来，咱搁等下下整个吼。好，拄只念了，你已经大概知影咧唱啥物啊？啊，你即阵就听我来唱。照讲，我应当是爱提袂琴来唱，但是我都较神经老啊，我有退化性关节炎，所以我最近这唱拢伫咧听。哦，较早我拢咧弹南管的琵琶，逐工伫咧弹。哦，啊，结果只能。是的，唱拢要听，所以我多啊，我多话紧，咱来放吼，我伫边啊管唱的，啊，来，我来唱唱唱，恁怎么变变头头啊？
啊，这种念歌、唱歌有啥物特色呢？伊就是讲参这种台湾话的这种关节伫咧走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干部调伊有这个中间有这个伴奏，啊，迄是固定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歌词得记载你去变啊。啊，所以敢若一条干部调，有一个人伊头到尾头到尾一点钟，伊就用这干部调就好。伊就有法度通甲即种安尼啊，唱舞好面咧，到尾伊到尾到底个十二星喜欢唱一点钟，来甲规个甲唱出来。啊，就是讲歌词无同，一个伊个关节就无同。咱来甲看头一句，啊，好头一句来，头一句我来念歌对无？哦，啊，咱就再接这个音一个走啊，我来念歌有无？我来念歌，花枝落，这个是一种安尼，还在咧看的迄种声音。啊，这个中间就开始有伴奏。我来念歌落，啦啦啦，叮当当当叮当当，啦啦啦当当，互恁听呀恁。好，啊，就安尼唱啊，互恁听。所以，参咱这个台湾话咧讲的这种关节，啊，拢是差不多同款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就唔免看字。台湾话会晓的，你就自然就听有啊。都敢若像讲较早是咧看歌仔戏同款，对无？啊，我细汉定人陪阮阿妈去看歌仔戏，啊，阮阿妈是即上面嘛捌字，人伊就看啊足趣味的，伊听有。啊，先做来听有，啊，你着歌伊就是用台湾话讲的啊。啊，台湾话我着本来会晓的，我从细汉就是讲台湾话啊，所以当然是听有。啊，咱来搁去第二拍，啊，第二拍的头一句。下一页啊。来，咱来出戏，咱来出戏。咱头一句是讲，我来念歌，吼、哦，我来念歌，我来念歌。啊，咱来出戏嘞，你若照这样来唱，咱来出戏咯，出戏。啊，你听无？你就听无啊。所以呢，咱就安尼，咱来出戏。咱来出世咯！哦，你当然听我出世，那是多济人听无？哦，所以这个念歌伊的这个特色，主要就是这个对这种台湾的关节伫咧走。啊，这也是几个歌曲伫咧讲故事的时，的这种特色的所在。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念歌，伊的台湾话伊有音乐性。啊，这个念歌就配合台湾话这种音乐性，啊，甲牵连。啊，中间甲配一寡这种安尼，迄种音乐的迄种迄个伴奏，啊，自然呢就伴奏会成啊吼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过来看迄个看一下，过一下，啊，面顶前就是讲我去即个中正大学，吼，中正大学的时，要表演的是无同款的情景的时，我就开始写。无同款的七字啊，咱拄则讲七字一句，咱讲叫做七字啊，吼、哦，对啊，所以这就是讲这个念歌歌词啊，带予咱的这种有这种创作的这种欲望，产这种趣味，好、哦，来，过落去，来，啊，咱即马过来就是讲，本来是要不过介绍足清楚的，但是这拢是。这种的啦，有来的时阵，咱再来迄落。咱即摆来先来介绍这个歌词，什么叫做歌词？来，坐落来，啊，好，这个东西，这是用台湾话，用台湾话写的，所以咱大家吼，我咧念你也对念看卖吼。台湾有一种民间说唱艺术，叫做念歌，歌，一个人唱也过去。哪歌哪唱，伊捌好听，内容澎湃，跳不出乎意。哦，这就是念歌。过来，什么是歌曲？歌曲也好做是老歌，就是歌的气氛，是一种抒情艺术的部分。咱讲部分就是学术的用语，部分就是讲，哦，伊记载本来迄个文字迄个部分。哦，啊，歌曲有什么记载？歌曲是闽南语。台语的书面文学，虽然是一种文本，却是人民实际生活感情的表现，活跳跳的口语的书写。哦，啊，咱人这就是用台语文写的。哦，啊，这汉语你甲念起，你讲，互你念两三遍，讲我嘛会晓写台语文啊。哦，就讲伊就你本来就会晓讲，啊，这个汉语的迄意思，实际上你甲念起来，
拢斗斗起来，拢斗下来，过来，啊，过来就讲，这个歌词的年代是安怎？总共一句歌词是按中国的福建的南部，福建简称闽，福建的南部或者闽南，是按福建的南闽南开始的。啊，咱即阵所看到这个歌词的版本呢，是按清朝的道光初年，就讲道光六年是1826年以来。伊个出版数量呢足多，啊有一个人叫做杜建宏，伊有写一本叫做《歌词之歌》。伊讲，单单伊厝内收藏的，是超过2800本，所以讲呢，歌词是足多的。而且全世界收藏歌词的上多，就是这个杜建宏。啊，但是要收藏这无简单呢。有一个朋友甲我讲，伊有一天去册局看到讲，哦，一本，咱等一下，互各位看一本，细本啊，啊，七八页尔，就是1826年出版的，好，因为这本偌济，偌济，六万，有，啊，伊咧价钱，讲我咧价钱，我一个月薪水嘛才5-6万尔，干那买迄个六万，当然无法度人买，但这个杜建宏伊就有法度人买，因为伊较早做出版生意。赚足侪钱，好，哦，啊，所以是全世界大家去买，所以是伊收藏上多。啊，过来，伊对啦，老师，这个杜建宏，台北人即阵是阮父伫台东，台东，家己起厝，家己起厝哦，啊，起个厝，规间厝无用一支灯啊，一支灯啊，我无，伊就家己安起个，吼，来，继续来，啊，这个歌词内容呢，大部分是长篇的这个故事。啊，就咧讲一个故事，亲像《周星哥大王》，啊是讲这个寓言有颜色的，亲像讲《火神猛啊大战歌》，《火神猛啊大战歌》，火神去追着，猛啊去弄着火神，火神就起冤家，啊就开始甲因的朋友亲戚拢招招来安尼拍，吼啊拍啊到最后，然后爱发动天顶的如来佛，啊才有法度，啊一点点啊。这是唔对的时阵，伊就拍起来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咱即阵嘛是安尼，是无？为着停车，结果就讲开始啊。停车讲，啊，你停落去讲，嘿，你哪会照我讲？啊，就开始转去，就是唔是对我爷爷无情的停起来。啊是讲这种啊，布歌，布歌，咱唔知有介绍过无？这个台南市的这个吴敬琏布歌是上有名的。啊，伊佫出这种布歌在咧唱，大部分是一拍是四句，啊，就是查甫啊，伫咧互相报来报去，所以讲最后咱会算是台湾民间的一个情歌，是讲四句连的，即是第一讲四句，四句连的伫七分的一种民间的歌传呢是种流行的，是讲啃西瓜，来那个就是好资料。我安怎就是讲，一开始是歌，都无聊吼，大家在咧唱，有人就生活较困难的，伊就也一支乐器，就大家去唱，咱等下要介绍刘秀清，伊就是安尼，刘秀清四岁就痴迷啊，12-13岁讲啊得着一种病咧，无啊多过手术了嘛，无啥好就开始拜卡，所以是痴迷个拜卡，但是伊就是讲去往山上在这游路吼。结果迄个游女的迄个老母叫因查某囝，迄原来是游女甲教，迄个游女原来是痴迷的，教伊念这个念歌，等到10多岁以后，伊就开始大家去赚钱啦，就伊来唱周星过台湾什么，就刚才就讲咱即阵的餐厅有迄个驻唱的咁快，是讲即个有钱人今仔日卖啊，讲去叫念歌的来，就好伊钱安尼，上流行的就是。咱讲拍拳袂过腰，拍拳袂过腰，迄是武的，文呢就是念歌来袂过腰，
啊，所以呢，慢慢的时，较大汉的时呢，就是这个游戏叫民安，哦，游在烟火，啊，无咱来去参加配合，咱来卖药啊，哦，啊，就开始大家去卖药，啊，较早也无以前管也足少的，也无石油办嘛，哦，所以我其实细汉我也常常有人咧去来咧寄药啊，蒸螺丸啊，什么迄种的。啊，去卖药啊，是你们卖药啊，你一定要有种菜，这种种无人接的。哦，啊，所以是来的时就开始有事情就开始抽啊，开始抽抽先过台湾，哦，啊，这种无，这个果树足精彩的，大概各位拢看过吼。按福建的全安溪县泉州迄个所在，有一条在周贤啊，生活困难，听讲台湾籍因卡巴就来到台湾，哎，拍拼的。赚一点仔钱啊，结果呢就去开查某啊，啊去开查某，把这个钱开啊了了，啊开了了的时候就去往那个菜店甲赶出来，啊赶出来讲，哎，我倒要去自杀，结果问着另外一个人讲，伊也要自杀，啊，迄个人讲，啊，咱两个吼，啊，就平安无咱卖自杀了啦，另外迄个人实际上是受气啦，唔敢等去见伊老爸了了，哦，啊最后等去见伊老爸，老爸讲，啊，既然是安尼，来我摕钱过，你去做生意。啊！就伫即个台北路一迄条在朝阳街钓鱼，过要开地行，我来赚钱。哦，啊！伊要离开即个故乡的时呢，因某或者外地已经有心啦。哦，啊！等到即个囡仔生出来，啊！即、這个周生的老爸也死啊！啊！人家讲，嘿，你爸早咧艰苦，恁翁伫台湾是偌好康的，啊！伊就囡仔娶了就来到台湾找因翁，结果去互找着啊！啊，找着就讲。这个周贤佫赚有钱以后呢，也是少年迄个菜店查某，所以就把迄个菜店查某娶来，还有只阿咪啊，吼，甲娶来。啊，娶来时，即马等因某找着周贤啊，吼，啊，当然这个菜店查某做唔完的，啊，就想办法要甲害死，所以就摕毒药回家，啊，就死啊，啊死啊，囡仔，是囡仔无死。啊，当然这民间故事，啊，伊若安尼死的时候，故事慢慢结束。啊，所以呢，当然伊到阎罗王去遐发愿咯，阎罗王安尼哦，啊好，啊我考虑把你送得去。好、哦，啊就已经死啊，就鬼魂就来到这个阳间。啊，当然找着周成，啊，作为附在周成的身躯顶，周成家己也倒，给周成先把迄个阿咪啊，抬死，啊，搁把迄个新罗因为伊就是帮助因吼。买迄毒药来互食，吼，来甲杀死。啊，周成最后家己自杀，这个周成过台湾的故事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你若连搬到讲哇，伊咧找无因人，找到因人的时啊，过来安怎？你要搁听落去，啊，咱即个广告的时间到吼。啊，咱今日来讲胃部的吼，摕这种药啊吼，这种药啊足有效的，死咩塌定死抓搞着拢医好个。虽然叫伊人问，啊！我白酒啊，烧鱼啊，但是老外鱼啊，只食了咁好，嚯！这鱼啊，蛮足好诶。因为我特别听新鱼咧讲过，从我都足好。老外就是安尼，骨头含烧咧，老外鱼咧，放料可能滴咧。我打嘛足有害，所以较早卖我就是安，大家慢慢就买啦。哦，啊，卖了，明仔载过来啦，大家要搁听故事，所以人多进来。哦，啊，因人就是用菜用啊。未啊，到最后两个就到顶啦，啊，两个就成结婚，因两个生活美满，哦，这个余秀全即阵伫贵人，啊，因囝也袂歹，啊，就是讲伊的迄种内容，啊，毋是干啦，这个故事实际上就讲，啊，闽南到台湾将近200年的时间的这种民间的这种说笑甲印出来，实际上内面有包含啥物的，啊，内面有包含传统的故事，哦，这是不是？会头前会夹出来，啊，内面有包含这种传统的故事，啊，像这个录音小歌歌，我细汉嘛，要看人咧关什么扫除时、扫除时啊，什么啊，哦，啊，去伊阴间录音，啊，暗死啊，实际上无死啊，啊，但是这个暗的小弟怪伊阿叔讲，是不是你甲害死？啊！伊若说手抓无，我无甲害死好，啊无我来阴间，我着真正去阴间去找着伊，人搁甲伊个身份搁带转来，吼、哦，啊！咧面熟白脚瓜，吼、哦，啊！较早会知查某囡仔，会妇人人白脚，吼、哦，啊！上宝瓜，吼、哦，啊！上台湾苏西，比如讲大象民族瓜，大象民族瓜，
哦，咧讲即个台湾人反抗日本，啊，1895年台湾割予日本，台湾人无爱予日本统治，开始反抗的迄种情形。啊，是讲台湾四大奇案，哈、啊，拿刀子、运河奇案拢发生伫台南。运河奇案，拿刀子无一定是真的，但运河奇案是真正有即个故事。我伫阮阿班咧上课时，我讲迄个人安怎安怎，结果一个学员80几岁讲，迄我知影。嘿，我嘿有我的同事，因老爸就是伊个男主角，哦，所以是精彩故事，哈、啊。啊，是讲台湾移民故事，你讲困难无过台湾，歌唱先过台湾，啊是再好中部地景歌地道，哦，啊八八九灾，我替阮阿官做这个歌唱嘛，叫这个拿雪精写八八九灾。民国47年，我迄阵大概国小六年，八七九灾。哦，中部迄水灾也重要着个吼，最容易记吼。啊，像遮个十二碗菜，哦，咱来去问请到底是几碗？啊，头一碗一定是安怎？第二碗是啥物？啊，中间迄个碗迄个菜是安怎好安怎歹？啊，像广告，啊，建一个开关挂、开关挂，伊就开一间旅馆，啊，开一间旅馆要宣传，啊，就写歌册，啊，来就送人安。啊，像旅游，家己第二挂，哦。哎，台湾有铁路以后，就按台北坐这条铁路，一直来到嘉义，吼、哦。啊，中间到倒位哦，即客人证，我客人证安怎？啊，到倒位安怎安怎？把这条台湾较早的风景、什么什么面相拢写出来。好来，咱过来看下面来。好，下面呢，咱我个退文啊，灌醉吼，拢总共分做14位，就是灌醉。实际上也不是干那14位尔尔，所以这个歌词内容足丰富，来过落去来。好，这是迄个文学馆的内面的迄情形，咱搁跳过吼。咱话讲了较久啊吼，咱即摆来听这个，也是甲这个念歌，以这个来好好来欣赏一下吼。下面我来介绍，咱讲咧念歌、唱歌，这唱歌是足有关系。你这个台湾歌戏是按台湾产生的哈，啊，歌戏的是迄阵有一条在温红土、温红土、温红土呢，因为就是捌事件，人要抓伊，走到中国的这个地方去，伊就传一个东西，或者邵江海、小江海，小江海变作是厦门的歌戏祖师，厦门的歌戏的祖师。小刚还足好唱，伊即摆阁传一个学生，咱即摆来听这个学生，来听这个学生来唱，好来，咱即摆按头就是白小东。好，爱这个无客气伴奏，主要就是要互你知影讲这个念歌伊的真正性质是安怎。啊，即摆要听的这个故事就是白小段，就是这个白蛇村这个苦寒文的。啊，白蛇是妖精、妖精，从科幻文里面来故事。啊，这个头一部就是，讲这个妖精，这个白蛇，因为较早互科幻文救过，所以要来报恩。哦，啊，所以就专工要来参加科幻文时代。啊，即摆科幻文伊就开始要去制作，哦，伫迄个西湖迄个所在要去制作。哦，啊，只两个，这个白蛇参青蛇。啊，就来啊！哦，啊，参迄个，迄个台工，台工跳舞，台工就是咧换古船的迄个台，哦，台工，啊，参科幻文，三四个人的一种。邵江海，啊，邵江海，邵啊，这个厦门的歌戏的祖师，叫做游河，游河。春天最贵无三双，厝里落雨一时间，风起云飞大雨降，该知我雨伞大地脏，可怜两个水娘干，伊雨雨阿家拢焦淡，伊新衫新鞋拄要穿，伊雨雨阿家全身淡。
我看看淡薄都本人谈，才只要转回转身为难，到江边去帮忙啊，叫声大公准替我，请你再到钱东江，我下晡船头煮煮蛋，有钱通赚到卡手上，这将船替我好不干。顺手船头拍条帆，三步两条到船内，人客啊，你雨伞客踮咧船头脚袂澹，一领草帽并多半，担袂烫起船多帆，人客官你要行也要等，要挑车也是要后头帆。每人看到偌侪钱，二十钱照旧办，总着等到六个人。看来日头都要暗，搁等也加工。一百个钱乎你赚，我无加无少都无难赚。出外人喊喊喊，我兼赚淡薄都无相干，上船头收条帆，啊，将船摕开好去旁，幸遇拄着有缘人，我紧紧追随都无放松，不信伊是痴呆汉，啊，一定要将伊都来做翁，叫声大公都千千万。甲阮娘讲在斗班，人伊是要去钱东门，阮嘛要去钱东江。人伊是挑桥袂用的三担，照袂用的在家人。鸡鸭马船头啊，甲伊探班，都是这娘干两个人。大公兄，家在你家谈，家己在不相干。我做起就是起这行，最讨厌在这款查甫人。啊，上船落船就家己看，有啥金船吐吐惊死人。有时啊，小便无地放，要甲伊讲笑，害骂伊啊万。你这个大公都真激空，你的心肝甲只啊粗残，一百个钱吃要赚，无我搁来搁去搁嫌加工。这价钱偌济苦你讲，你紧紧搁外拍跳房，跳房无在天空窗。阿娘详细我看，摇摆摆，哎呦，咱爷人，咱日代都来卡袂当。你趁钱人，这真挑班。你的心肝这粗残，你目睭白无金，啊，目屎结坎坎，你敢无贪听阮是倒位啊人？你敢是就白结高寒？啊，照看你是这款生理人，这头乌龟，你欠人家你赚。你袂去海底饲海虾，海阮都呼呼啊遐惨，夭寿啊大苦多苏啊淡，你唔通这受气脚乱站，来苦淡不起迄个理想，无你要叫人倒位坐。啊，船头船尾拢焦淡，阮徛在船头通讲通，比来去行路吼，也较艰难。你袂入去倒来，甲伊坐三人，你徛
点的船头，都未输好人，你咧孝顺啦，无关系，我倒来留你坐，我来去船头，好人去看，唔通咱坐做伙都无相干，啊，边边都是厝外人。相公，我报一个所在，予你知。天生呀，岁岁相公在，相地行来都有问在，啊，问点啥哩？总点地，我问前一对亲就在，六百三落去。伊乌蒙的不离开，出后现在切风的啊，定情都记挂，挂念在阮小子啊，待伫个绣房内啊，门口一个都留都在，咱搭相会已经是。相公，你今日一定就滚出来。这个熊红丹，你无看伊，你也照常听。伊拢带一种台湾的关节的气质了了。啊，伊这个是特别要予人听出讲这条歌是安怎，所以无甲气伴奏。这个歌是一定有甲气伴奏。咱即摆来过来听这个台湾的国宝吼，尤秀卿啊，伊所唱的吼。那看伊唱的这个歌词，咱念一遍，等一下吼，你较知影讲伊唱的啥。这个是秋仙过台湾。秋仙过台湾呢，我就是两年前去台北，专工找伊录影吼。啊，我阿无咧唱秋仙过台，伊讲啊，你要叫我唱偌久？我两点七点钟、二点钟。但讲伊咧唱讲。人客的要求，八点钟我就八点钟，我一个故事已经头到尾拢甲伊唱了了。啊，若两点钟照常有法度啦，有时间到，到时伊就有法度人安尼唱到你的所在，就是拄啊结束。吼、哦，来，啊，咱即摆来看这个周星过台湾的这个拍板。先来念一遍，等一下你看听较有无吼、哦。啊，伫这个文学馆的迄个网站是面顶唱下卡拢有汉语出现，加点够注意的吼、哦。来，啊、哦，周音吼。哦酒温带在安溪关，坐在三乡游客船。酒温咧旅馆，因囝讲要过台湾，四周因带一条鱼，担心秋生一家子。月底新妇细汉饲，安溪接人拢办。秋仙坐落一个烦恼，家庭散情吃落卜，落卜啊，就相当于即阵华语的落魄，吼、哦，哎，落卜啊。那讲台湾风景好，时时要去，不去钱又无，爱要出外，搁无钱，现钱心吃不死，想着后更强强低，后更低，就是艰苦的意思啊。唔知有时落，但是。好了，咱即摆转过来，好。这个哈，或者没关系。啊，这个尤秀卿咧唱吼，伊的迄个调是足侪调的，啊，伊有一个特色，较早讲念歌是头唱到尾，啊，伊的这个特色就是讲，伊家己的经验，伊就知影讲，要安怎互人听有，啊，佮听了趣味，所以伊佮来唱咧搬歌是同款，一个人。真正三四个角色，老人就是老人的声音，啊，查某就是查某的声音，好来，咱来。Thank you.
即摆过来看这个杨秀清，伊的这种念歌，按细汉按怎吼，学艺啊按怎吼，趁钱结婚，到最后伊是伫这个广播电台啊，伫咧录广播剧。当然到最后伊得着奖啊，政府鼓励伊啊，伊即阵拢伫咧团业啊，教学生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台北关，推拍伊的一生，咱来甲了解讲较早的迄种，哦，伫咧练歌、唱歌啊，啊咧卖药啊，因为迄种生涯是安怎，哦。叫伊着嫁翁，较久转去。嘿，阿娘心肝，
时候呢，他刚开始呢，他就是跟女性共进，到这个茶楼啊，这个酒店啊，公园啊，各地去卖啊，卖艺。那他很可爱，他说哦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三角五角，唱到三块五块，哦，甚至到最后会唱到100元一次的时候呢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为什么？那时候刚好18岁，就是差不多41年左右。那时候那个公正迁到台湾来，那时候很多九龙酒店，那个老板大部分都外省人，那他们听不懂。做红帽票转世，得将囡仔交予阮大家啦。因阿嬷去照顾，阮就继续流浪去走江湖。阮咧卖我的江湖话，讲有种江官虎头啊的啦。较早是拢带我出去吼，啊传场传的，啊让我念歌，伊坐在伊条头啊，咱当个看，看今仔市场人家坐啊少安尼尔。等到我一般来香港就，爱才来介绍讲我这药啊是吃安怎吃安怎啊，讲个人家听呢。我人啊，甲卖，我咱卖一单，啊，就再佫开始过咧，啊，入去就佫同款样。歹天气，可怜哦，有药啊卖到变无钱。伊个正名则金丝，啊，外名拢计袂到。啊，那个，迄个讲一家店，迄个查甫就狂硬来讲，白搞搞你，你搞卖算哪死人个？啊！你某常常坐单，第下在唱歌，你就常常坐单，无你嘛去学一支弦仔来甲伊配。啊，两个来，安尼敢无加我好听嘞？嘛是有一礼拜恁嘛真好打嘞，伊就敢甲我出门去，大家会啊。加薪嘞，讲伊个呀，整钱替阮领药啊做。原来配这个算盘拍甲真详细，只要阮的生理，就爱予伊讲价啊。我目睭有看咧吼，啊想讲咱叫安尼分一个汤啊，做乖啊看，汤较。手巾小小无干，就是穿起啦，好厉害。做咧，时间可怜，就是敢若讲啊，那20%来讲。即个就是即摆台湾念歌团，就是尤秀贤集团咧。啊，两个搞不掉。啊，即摆念歌拢爱靠即个人来。所以伊即卖一块出去，伊咧讲笑话，交给伊来付我较侪钱，我著慢慢仔唱，慢慢仔唱，啊唱真水有咧听。啊你若我较少钱嘞，我伊咧就交我条个，啪啪啪，啊唱唱唱。哎，规日就是，廿七块钱个，全台湾大家走走到台湾去买来唱，买到遐个，创一碗面遐个笑钱个。歌伊上名就是罗马调，啊，以上咱就是介绍一种念歌的经验。哎呀，我卡在。